好好好，我过来，我到了。过来，他在这，他在这，别急，你先别卡。看我 W， 看我 W。好，带我过靠，带我过靠。哎，你那边小心一点。我先退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吃吃吃吃吃吃吃。不好打了。走吧，你能走吗？我就行，我能走，我能走，我能走。他闪了，他闪了。我是下颚线，我是下颚线。然后我们这三 v 三好像打不过他们。下颚线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微微。不是那会儿，我你说刚刚吗？我就是你。你要抱小炮哦。我要发育了，我中路这波很亏。嗯，先发育，先发育。我亏了十多个刀，我要自己玩一会儿了。尼克 miss 了，尼克 miss 了，毙了，毙了，尼克毙了，尼克毙了。好。尼克六了。可以。好。可以可以，回吧回吧。这个能看吗？能看吗？别回别回，辅助别回，看一下。妖姬看一下，改一下改一下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螳螂再打的话可以打他，就五级。嘿嘿，等十多人到，十多人大吧。我先探讨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但兰博也过来了。兰博也在，兰博也在。大大大，哎，卡了个六级，我的微微，这个闪不用交的。杀了走。你能走吗？走，别看那边。闪。哎哎，再靠再靠，能帮一下吗？打那个 AD 要死了 ，AD 要死了。OK， 走下吧，走下吧，拉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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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有闪。哎，我的，我知道这有眼，我不该在这的。咱俩能杀这个兰博吗？我看他状态。不能。你要被越了，啊、我看你们蹲你吧。我可以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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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踢。看螳螂，看螳螂，如果大螂。你走，你别回，你别说，他死了。哎，这个也可以杀，这个也可以杀，这个也可以杀。兰博，先杀兰博，先杀兰博。OK， 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搭上了。我回去的位置可能被蹲啊。不会，他不会蹲你的，他不会蹲你的，你直接走，蹲不了你。啊，打完了吗？看一下，得去了呀。再打了。微微放大，微微往这里放大。过去。啊，没想到，我踢过来了，我踢过来了。拉扯一下。拉扯一下，看这里，别打的，蓝不大，有点痛，拉扯一下，好头，妖姬能走吗？我死了，小炮伤有点太高了，我操，这里螳螂，白眼牌了，中线一顶，小心这波线有个 Nico， 截去啊，这里要截去啊 ，OK，、啊、打架，好，没状态了，哎呀，完了，打不出来，被控死了。哎，这种视野压力太大了。要不他有个闪。啊，记了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哎，前面我前面把进化换了，我前面 TP 射的是 O， 我进化就在 O。还是得玩排眼刀的打野。这把看完之后。我知道他哪里有眼，但是我没扫描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这总结出来就是必须还是得玩排眼刀打野。那玩排眼刀打野中单，然后出正常中单出 AP。嗯，